是在什么系啊？材料。材料为什么会从那边来？什么课？中六啊。哦，材料现在在中六啊。中二。很久以前在中二。对啊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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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在交大的时候没有中六，好不好？中六到后来才有啊。电务是不是也在那边？电务在那边。交大是小木屋才刚起来的，还有我们自己在这里。